你跟工作的制作人是什么关系？该不会跟他谈恋爱吧？妈，妈怎么会有照片？他老婆跑来我们家里了，你马上辞掉工作。妈，昨天你老婆来过我们家，我姐跟我妈为此大吵了一架。我再也受不了了，我不想再被你耍着玩了。在这里说就好了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跟你在死之前应该都无法结束，那就干脆一起死吧。不要，不行，放手真很哥。美丽的你，今晚八点，全新2小时。